我是处女座，撸猫撸狗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养了八只小猫。我喜欢养猫的男生。那最不能接受哪一种类型的呢？油腻的吧。油腻的。嗯，那你自己属于什么性格的女孩？我自己就可能熟了以后会比较开朗那种。那有没有什么缺点？缺点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，我觉得。